兄弟们，你不知道我最近有多难受，我不知道是我的腰痛还是我的肾痛，知道吧？已经3天了，完全睡觉就睡不着那种。现在整了一张这个，家人们谁懂啊？8颗，一年级吧，我觉得。想不到我吃营养货都没用。这几天我的肾不好，腰又痛，肾又痛，现在只能在外面吃饭了。锅顶已经上了，这筋骨凉不行哦，我感觉。把我们的东西放下去了，这个是不是零食我也不知道啊。长白山人参，这个汁也可以倒下去。这个是兔子的吧？兔腔，是不是狗腔啊？这个，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的，这是什么腔啊？折断它。啊，这个可以用，鹿腔片。鹿腔。毛都还有，要不要烧一下？鹿茸片，肉松茸也要加一点。龙眼壳，土茯苓，黑豆，好东西来了，营养货。等一下，多喝口汤哦，老表。喂，冲出来了，这根枪，一大半都勒下去了，木啊！你试过很开心吗？我的兄弟。啊，没试过啊！我不信，怼几碗汤下去，我的腰还痛，不可能。哦啊，还看。他妈的，这个毛应该是拔掉它才对的，拔不拔这个？拔了啊，看一下。丢了吧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。多喝2碗哦，先试一下效果。我也发2碗吧。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真的真的可以。什么味道？又香又甜。可以哦，我操！哇，好香哦，有一股香味，药材的香味。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那个味道熬啊，熬久一点，再熬半个小时，那个味道更浓。我感觉喝3碗，现在我的腰应该不会痛了。搞多2碗，搞多2碗。哇、哦！可以不？可以。很奶丝吗？我也整多碗。哦，是不是没有吃喝过这么好的汤底的？好久没这样，很久没喝过这种汤底了。再炖个老母鸡，你记住了啊。再一口汤，我觉得我的腰应该好了。明天，终于没办法哦。这两天我真的自己做菜的话整不了了，腰酸背痛的。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汤底的一个火锅了，真的。你要想象，我已经喝了第3碗汤了，第四碗，对，第三、第四了啊、哦，第五碗了。本来这里是溢出来的满满的，然后现在看到没有，都快喝干了。这个汤就给我们很浅的一点点而已了。多喝2碗汤，你还要什么8块腹肌？尝一下这个鹿腔，头在这边啊，头在这边我就不吃了，我试一下这个筋的这边。好烧啊，这个味道。试一下这两个鹿煲。好痛，录吧还可以。OK 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喜欢废骨的节目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加分享。下课。